网络平台社群一种新零售模式，在任何地方不限时间也不限地区都可以随时工作，然后跟客户然后接洽，然后也可以就是云端出货，我们可以利用网络上的各种平台去做销售，微型创业，对，用比较低成本去创业 的一个行业，结合生活的创业，微商跟电商的结合共同体，跟传统比起来的话就是等于是传统的网拍，只是说我们又多了更多，就是有代理制度啊，然后并且可以就是手把手去拉着下一位去赚钱，然后由你去协助他，这样子就跟以往的传统就不太一样。第一个产品自己用过，我觉得产品是真的我自己喜欢，所以我才会选择 KC， 因为 KC 的每样产品我都蛮喜欢的。我一开始爱用耶，就是我觉得产品都没有毛病，因为有的品牌可能会为了生存就是在做东西很快，那我就可以去试。除了保养品、保健品，还有 KC 原本的公司的背景是30年的一个药商通路公司，我觉得对我来讲相对的非常安心。当然自己使用喜欢，然后再去推荐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很喜欢老板给我们的各种教育，还有像活动规划、创始然后理念，还有他品质的保证，让我觉得很放心。这都是在我们其他同样微商品牌里面其实看不到的，因为我们是走比较时尚的品牌路线，对，我们不是真的以像其他的那种恶性销价竞争。透过我老板认识到我们 KC 的大家长跟他的员工，我喜欢这间公司的氛围。KC 的品牌的蓝图很明确，所以我很信任这个品牌。在 KC 是真正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创造自我价值，而且不需要看人脸色。所以我觉得女权创业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然后也创造自我价值的一件事情。很棒，就非常棒。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很多朋友可能是有离过婚啊，或者是单亲养小朋友的，感觉好像要依附另一半生存、伸手，就会觉得女生还是可以自己独立。上一代的人就会觉得女主内男主外，其实现在的人，其实像我认识多数的人，尤其是在做微电商的人，很多都是女生，是非常的有自主性，然后有能力的，他们在做很强的销售。那可能有时候他们的对象另一半可能还是帮他们做辅佐性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已经不如以往，不像以前就是都是靠男孩子在外面去工作。那我们女孩子其实经济独立的话，对我们来说，不管是朋友啊、社交圈啊，或者是家人啊，或者是感情好了跟另外一半，其实女孩子在经济独立下的话，都会过得比较好一点。以前社会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现在世代不一样，女性的意识渐渐抬头。女生更多的细心，比男生更多的细心，更多的思维角度会不一样。但我觉得女生现在创业并不是不好啊，我会蛮支持女生或者是自己另外一半你创业。现在都是双薪家庭，然后已经不再是男生才是一家之主，我觉得女生能有能力可以赚钱，或者是拓展自己的生活圈，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多彩多姿，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丰富自己的人生，然后找出自己的价值。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女生的工作机会反而比男生多很多。那现在这个时代也很多女生不用靠老公、男友，都可以自己买车、买房、买精品。心中认为女性最好的状态呢，就是独立自主，户头有钱，名下有车有房。女生自信很重要，你拥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呢，你会活得更有底气。公司还不错，他会做公益的活动，然后让所有伙伴一起参与。他造福了还蛮多女性，然后还有就是不单单是女性，就是爱用保养品的族群，然后还有一些想赚钱的人。那 KC 也是有定期在做一些爱情公益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会去帮助很多的人。我觉得一份事业就是跟爱心并存，跟美并存的人吧。公司有之前是跟其他的配合嘛，然后还有跟乳癌防治基金会，还有说我们要去偏远山区，就是偏乡老人去照顾他们，就是去关怀他们。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平常都有在做的，所以我觉得公司可以把这件事情带到我们的品牌文化里面是非常棒的事。KC 这个品牌它本身建立，它就是给予了很多不能外出工作要在家里照顾小孩的宝妈，给予了他们很多工作机会、赚钱的机会，
那可以让他们兼顾家庭，然后也可以赚到钱。那再来，我们在出产品在创业同时，像我们之前 G-Milk， 我们有跟乳癌防治基金会合作去做公益活动，那还有我们之前有去喜憨儿烘焙屋做公益活动。我们在创业赚钱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时一直在回馈社会。绝对有，是不一定。VC 跟女性创业是完全连贯在一起的，是有连贯性，但是没有一定。应该说，其实现在微商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创业，我们女生永远都是爱美。我底下大多数的代理也都是女性，现在的女性真的占蛮大的部分。只要是美的东西，女孩子都会爱。男生女生对我来说啊，都可以加入 KC 这个产业，选择性很多。女生听起来会很轻松，因为都是漂亮的事情。不管是做一般的微商，还是我们现在 KC Shop 的微电商，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女性去做销售。KC 跟女性创业这个词是环环相扣的，女生跟女生之间其实可以碰撞出蛮多火花的。女生的自我的优势会能够更强化 KC 这个品牌，大家会是相辅相成。KC 的系列产品，不管是保养品还是保健品，可以让我们变漂亮又能赚钱，然后照顾身边更多需要的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男生也可以一起进，因为我觉得不分，因为其实男孩子也可以在 KC 创业，只要是有心想要加入、想要增加收入的人，其实都可以在 KC 创业。其实这男生女生都可以一起经营。如果选择到 KC 的话，其实你会获得到更多。只要能够去了解到 KC 这一块，了解到公司的制度，还有公司的背景，还有我们就是大家这样子公司里面的代理商啊，跟公司的互动，相信很多女孩子也都会很喜欢我们。